斗罗大陆抽身份，老规矩，兔妹妹还是让你先来。嗯，小迷，等一下我抽到唐三你就完了，上次把我扎这么惨，这次我要好好找你算账。上次是你运气差，我看这次你的运气也好不到哪去。你抓紧抽，我赶时间揍你呢。我这居然抽到了一个雨林之心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在这个牌子的后面有一个隐藏身份，海神唐三。这个远古宝石应该就是可以兑换海神唐三的身份啦。兔妹妹就先让你兑换吧，反正我已经无敌了。哎呀，我居然抽到了唐三的身份，小迷啊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是吗？我会告诉你我抽到的是海神唐三吗？专门来对付唐三的。让我看看屋子里面有什么好宝贝，这箱子里面怎么都是一堆法杖啊，神器呢？不管了，都先通通拿上再说。哇塞，都在这边的箱子里面，这一堆神器我拿的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了。我感觉这个昊天锤应该是最厉害的，首先先把八珠魂骨穿上，其他的这些神器等下挨个让兔美美尝试一下。小迷，你真墨迹，我都已经等你半天了。来了来了，哎呦呵，区区一个小弓箭我还会怕你？先让你试一下蓝银草的威力。来追我呀，我先溜了，你自己慢慢玩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用武力来解决掉你，直接冲锋枪把你送走。接着来硬刚啊。可恶，为什么我打你你没有反应啊？因为我身上穿着八珠魂骨呢，我感觉你这个唐三已经不行了，要不你来投奔我吧。先给你一锤。哎呀，大意了，再接着来，看我用大锤子再接着砸你，然后再试一下这个蓝银霸王枪的威力。你人呢？这会儿我在屋里不出去了。没用的，看我隔山打兔，在屋里也直接把你干掉。今天知道我的实力了吧？还想逃跑？再让你试试佛怒唐莲的威力。想打我？看我躲，我再躲。小伙子，我告诉你，你把路给走窄了，非逼我出绝招。来呀，接着揍我呀，这次站在这里不动让你打，你这昊天锤打我就像在跟我挠痒痒一样。可恶，你这人皮真厚。嘿嘿，这次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等下别说我欺负你。哎呀，站着不动让你打你都打不死我。那既然这样我就先溜了。哪里跑，你以为能躲得掉吗？还不是被我给干掉了，躲在家里不出来了。你可别忘了我还有蓝银霸王枪呢，藏到哪里都没有用。哈哈，真刺激啊。